大家好，来各位观众，这一次出了一个这个新角色哦，老爹有拿到啊，我们先来练到62级，怎么那么慢？没问题，多鲁多尼哦。先来看他的这个星脉是什么？竞技场中所有角色效果命中增加 0.8%， 好，还不错。疯狂升阶，哇，靠腰。好，这次就先这样子吧，没问题。然后这次老爹要大幅提升战力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战魂，老爹有爬稳哦，越到后期哦，这个猫猫战魂哦，是最强的防御的战魂，已经来到后期了，我决定改这个，怎么不能装备？靠腰。猫猫战魂，没问题。然后直接给他上防御型的，靠腰怎么变这个技巧型的？再找一颗来洗猫猫魂，攻击的太多了，我们把它洗成防御的，靠腰，再重铸，又技巧的。怎么一直中技巧啊？再来，防御的，哎，防御的，防御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决定给他放在这边了。猫猫魂，这样子应该就容易中防御的啦。防御的，老哥。我的天哪，有没有防御的？防御的，老哥，不要一直这两个换来换去啊，不要一直攻击跟技巧啊，给个防御的，老哥，防御的啦，是有没有防御的？来的是有还是无啊？啊，是有没有？中了，太好了，
好，换上本来的战魂。没问题。猫猫魂，防御的。直接升星，把刚刚那个这个不要了。就是这样子，没问题。然后痊愈，升阶，差五个，没问题。停止升值，好，再升阶，两个金的啦。然后老爹看一下、哦、要不要把哪一个升上来哦，攻击免伤，直接升星，五星，我再升星，升不完的星，这个生命加的好像没很多、哦、破击率我还升，是不是全部都要满啊？哇，不够，好，没关系，还有剑八争夺战，觉醒，好嘞，让各位看一下、哦哦，来，老爹的春水换成猫猫魂之后，到底变多强？有没有比较强的角色啊？有没有比较强的 ？Middle 好了，打庆典一户给你们看哦。这样子到底变多强，让各位见识见识。被打五千，没问题，五万伤害，四千九，好了，反正变很强了。这届剑八争夺战，老爹势必要拿冠军的，没问题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。然后我看大家打这个守护空，守护空坐停哦，大概都拿二十个碎片，最高二一，有一个二二的，二二算很高啦，哭啊死戳仔二二。好，我们也来打一场。哦，看看老爹可以打多高，没问题。来，
尽量把这个庆典一户的这个技能洗出来再打哦。不过没关系啦，老爹直接打了。好，再来，这样几个啦，捡一捡。好，蓝蓝有技能哦，来个暴击，哎呀，没暴击。现在十七个啦，好，七点一户，一百一三。再来大西瓜哦，两百多万呢，要修哦。暴击，这个蓝蓝都不暴击耶，讨厌。没问题，怎么那么衰啊，我的蓝蓝不暴击还被晕到了，有点衰耶。好，我们再来，还打自己人，靠腰，他把我的大西瓜打爆了，怎么那么衰啊。大西瓜被打爆了啦，好啦，没关系，应该也是能打出22个以上哦。你没事打我的大西瓜干嘛？好，现在已经拿了20个啦。至少要22个以上吧，我们刚刚看到最高是22嘛。有点难打耶，说真的，这个网打得那么痛哦。好，尼禄250，我们继续大一点呢，21个了，哇，又是蓝蓝，怎么老是蓝蓝啊？蓝蓝怎么整天中这个啊？讨厌呢！没问题。哎，蓝蓝，你不要乱打人呢！蓝蓝啊，你不要乱打人呢，很痛哎。你不要乱打人啊，好家在尼禄还撑住了。好，尼禄一个大招，22片啊，能不能到23片？价格不变，好像有点难欸。要靠蓝蓝暴击啦，暴击一下，哇，又没爆啦，差1100万伤害啊。好啦，没关系啊，老爹自己下次再打高一点。那么就这么一遍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一遍见，大家拜拜。